想找我要小韩的地址。你永远都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没有。怎么会？你知道她为什么走吗？她丈夫死了，死在爱她的人手里。她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是小韩，我会认为你有嫌疑。那我跟他当面说清楚。我了解他，他认为方凯的死是因为你和他，所以他会一辈子自责。这个城市。 对他来说没什么留恋的意义了。也许他不再回来。我是讨厌方凯，可是我知道小韩爱方凯。也许他现在很需要我。你知道方凯为什么会折磨小韩？小韩为什么又这么痛苦吗？ 因为方凯无能，他尽不了一个丈夫的义务。小韩不让我说，他觉得如果让别人知道，对方凯是一种侮辱，特别是让你知道，他怎么可以瞒到现在？我们都应该理解小韩的苦衷。 我就把他带回来，给，去找他吧。 嗓子好多了，说明这个药有用，你得按时吃药。等我回来之后呢，可以去手术。吴教授说他这次特别有信心，说好了之后，没准比原来唱的还好。还有，接着就是要录歌了，老顾对你充满信心。 陈峰上了火车了，派人跟着的，有情况随时通报。是，可我知情的，怪不得你们俩是哥们儿，切，好话歹话，当然是好话了。
说什么。那个陈峰出来了，跟他没有关系。药吃了吗？吃了。别忘了，明天让小润陪你到医院看看。西医虽偏颇，也有可取之处。来了，姐，到你了。你去吧，我给你看包。姐，你电话。我去接单子。喂，是你吗？是我。我到了。你还好吗？我想见你。我必须要见你，我知道你的地址。好吧，我也有一些话要对你说。医生说没事儿，就是有点炎症，开了点消炎药。西医治长再治标，顾问正源还得中医，中华医术。那叫中西医结合。嗯，爸。哎，我先回房间了。受尽了，是吗？
华为姐，我会去找你的。什么时候？就这两天吧。今天晚上。这西门庆怎么没动静啊？谁西门庆？还谁？楼上这位呗。哼，胡说。姐。吓死我。你干嘛去啊？出去一下，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我陪你去吧，这么晚了。不用了，很近的。嗯，那你小心点啊。潘金莲来了，不，新董经理都来了，咱们要不要进去？进去干嘛？消停会儿吧。他都不在了。为什么还这么头疼吗？你也怀疑是我杀了方凯，所以才离开。那时候我很乱，他们说你有作案时间，还有作案动机呢，连苏静都怀疑我，所以你怀疑也不奇怪。我相信你。方凯也许是自杀，他就有清华家。真正的凶手是我，是我把他害死的。公安局已经确认是他杀。那是谁把他杀了？为什么把他杀了？你既然不知道是谁把他杀了，为什么说是你自己害他的？他死了，这个是永远变不了的。他的死跟你没关系。如果我没有背叛他呢？如果我没有那么伤害他，也许他不会死的。够了！你太傻了，董小寒。你认为这个家很正常吗？他打你、捆你，生个半天把你赶出去。那是因为他心里太苦了，他很可怜。要不然他不会那样的。他不是个正常的男人，他不正常，不正常，你知道吗？Thank you.
我算什么？陈峰，陈峰。都出来了，男的出来了。不行，你听我讲。我不想听了。我还没说完。你什么都不想听了。他已经死了。我真的不想听了。放开，我不想听了。放开，已经死了。他这个人已经死了。他们这是干什么呀？他死了，不好，要出事儿。等等，看看再说。你不许碰我姐。我没碰他，我就跟他说几句话，好吗？好吗？我就跟他说几句话。放开死吧，他死了是个事实。小爱，你别再自欺欺人，算我求你，好吗？你在自己骗自己，你这样对不起任何人。还记得你在江边说过的话吗？我想吃你做的早餐。我也想接你下班，我也喜欢逛完尿布的房间，我喜欢两个人看着电视睡着，我想你好。不管我们以后能不能在一起，喜欢人家，他说的对，你就是太老实，你就是总这样折磨自己，谁看了不心疼？你和姐夫的事儿我先不说，他的死公安局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你先给自己判了刑。你苦了这几年还没苦够吗？你怎么这么傻呀姐，好歹你等杀了姐夫的凶手查出来，如果这事儿真跟你有关，你再埋怨自己也不迟啊。
爸。嗯。妈。哎。小润，我想了一整夜，我要回去。你放开！别喝了，喝不少了。我没喝多，都他妈结束了，都他妈的结束了，我他妈真能折腾，你就折腾。喂，知道了。队里让我回去，快走快走，走走走走。少喝点，早点回去啊。老板，酒。是吴教授那儿吗？对，我们有床位了，艾小姐可以马上安排住院手术。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尽快过去。嗯，床位很紧，只能留三天，希望抓紧。好好好，谢谢啊。放开了资料。啊。对了，陈峰回来了。我知道，监控也解除了。总算是虚惊一场。当刑警的最怕这个，
至亲好友成了嫌疑犯。哎，这边是没事儿，别的事儿一样难受。你还没敢开口啊？哼，这几天呢，我总琢磨着，你说我要以警察的身份查吧，肯定是不合适。如果以女婿的身份查呢，这劲儿又有点难拿。哎，要不这样，干脆你去查吧。你怕他？也不是怕，只不过这一段我觉得老爷子挺可怜的。乔玉他妈死了以后，他的脾气也越变越怪。哎，你觉得乔老先生那儿肯定会有价值的线索吗？这我不敢说，不过至少可以丰富信息，拓展我们的思路。如果是他杀的话，我们必须尽可能多的了解方凯。哎，方凯的社会关系好像挺简单的，也没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除了工作上的应酬以外，也不嫖不赌的呀。很要强的一个男人，积极，有上进心，社会关系也没有问题，事业有成，而且还很顾家。好同事，好儿子，好丈夫，完美的男人呢。只可惜上进心未免太强，强得丧失理智。当集团总裁不成，居然敢得罪一手提拔他的大恩人。完美的男人有时也是危险的男人。对呀，乔老爷子那儿还是你来吧，各方面情况你都熟悉，乔老爷子会理解的。那好吧，咱们一会儿去一趟方凯公司。他不住这儿了，也不唱歌了。他现在住哪儿？不知道。他嗓子好点吗？还好。那他也没提起过吗？没有。你还不知道他吗？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谁不知道他的心思呢？还用得着说吗？我必须找到他。你爱他吗？你要是不爱他，他爱你，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和你没有关系。他不需要你的帮助，也许不近情理，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找到他的话，他就再也唱不了歌了。他爱唱歌，更爱你。你爱的那个人没有给你幸福吧？他跟你说的吗？还用着他说吗？你没照镜子吗？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究竟爱谁，也不知道谁最适合自己。你知道吗？他跟我提过，去一家快餐店里打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哪家快餐店？我要知道不早告诉你了。我去找他。这个城市有很多快餐店，如果你能找到他，说明也许你是爱他的。如果你找不到。谢谢。
见过这个人吗？没有。没看上上班？没有。喜欢喝咖啡，其实是喜欢煮。我从来没看他喝过咖啡，都是给我们喝。每次他都是煮完了以后倒掉，倒掉了再煮，那样子啊，完全是在做化学实验。很怪的习惯啊。他大学里边学的好像是生物化学。那他怎么就改行了呢？不大清楚。小范，我看我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谈谈吧。好。像这样怪癖的习惯，他还有吗？他有洁癖，很严重的洁癖，喜欢自言自语。自言自语？这个只有我知道。我在外面有时候听见他在讲话，开始我还纳闷儿，以为是在讲电话，后来发现不是，就是自言自语。那他说的都是什么呀？没听清。他跟什么人结过怨吗？没有，方总人缘很好，从来没听说他跟谁闹过别扭。除了最近。最近怎么？我也没看见，都说他把乔董事长气得进了医院。其实大家都很奇怪，方总最尊敬乔董了，可能是因为集团总裁的事儿吧。不过这也不叫结怨呀，乔董很欣赏方总，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好像是父子俩之间闹了别扭，闹得大了点儿也没什么。不过乔董的女儿好像很生气，他在医院里还打了方总。后来他来找方总，两个人好像吵起来了，他出去的时候怒气冲冲的。乔玉他来过这儿？乔玉？对，乔董事长的女儿是叫乔玉，来过，就那次。什么时候？大概方总出事前的几天吧。几天？记不太清了，不是两天就是三天。那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吵什么？那可没有。在你看来，方凯想当集团总裁，这可能性大吗？要光凭资格，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方总是乔董事长的人，他好像很自信，在宣布新总裁的前一天，也就是方总出事的当天，他还跟我说要带我去总公司，那意思很清楚。等那么半天啊，我都等急了。我跟你说啊，就这儿的馄饨特别好吃，我都好久没吃了，你尝尝。你一碗够吗？啊，阿丽。哎，好吃哎，
快吃啊。安丽，乔玉去找方凯，他没跟我提过。我想可能是他打了他一个耳光还不解气，又找他去理论吧。我回去再问问他。哎，你要不要再来一碗？太好吃了，我还得要一碗。爸，吃饭了。苏静回来了？没有。啊，看起来他又忙上了。陈峰没有嫌疑，他不用回避了。那案子有进展吗？好像没有。前两天他想找您了解方凯的情况，让我给拦回去了。人家是警察，找我了解情况是应该的。你拦得住吗？安队，法医鉴定中心的报告出来了。哦，是吗？咖啡杯内残留的氰化钾和在方凯办公室抽屉内发现的残余氰化钾粉末都含有同一种化学成分，叫……我记不住那名字。报告上有，这种氰化钾很特殊。所以，致死方凯的毒品来自他本人的可能性很大，对吗？对，那咱们就调查谁有可能从他那儿拿到这东西。好，辛苦了，你可以回去了。哎，哎，这个结果你先不要告诉别人。行。回来了。嗯。吃饭了吗？吃过了，现在公司旁边有家馄饨馆，味道还挺不错的。你去西安公司了？方凯办公室。累了吧？你去洗澡，我帮你拿睡衣。乔玉啊，你去过方凯的办公室吗？去过啊。什么时候？他出事前几天。没听你提起过。再来纠缠我爸，那时候你们都不知道他有病，这种人往往很偏执。那他当时什么反应？爸进了医院，他也很害怕，他对我当众打他耳光非常恼火，还那么爱面子，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这种事儿，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又不知道他会死。这跟你们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任何线索对我们都可能有用。我可真后悔嫁给你，上了床还要被你审讯。是，乔老伯不认识了吗？我们见过一次。